都会害了自己。我们比较优秀，我们是优秀的球迷，所以我们只要真心的为我们的球迷这个球员大气就好了。加油 ，Go Go 马里 Go！ 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，剧本几乎跟上个礼拜完全一模一样。九局下半，马里 Go 还落后两分，现在二三有人。没想到总教练在这个时候换上了代打元气小子。在上个礼拜的比赛当中，元气因为出棒过于急躁碰了天而结束了比赛。没想到教练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竟然让他上场代打，元气是否能够一雪前耻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博士，我想起来了。你终于想起来了。打球就是为了要快乐啊。啊，不只是这样吧。我想要让为我加油的球迷也快乐。这么多人来为我们加油，我一定会把球打得又高又远。准备上场打击的是元气小子，去吧，小子。小芬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超级人，最烂人，今年一元三正元。一拉肩膀，晃一晃手，放松，一、二、三，看球。投手投出，打第一球，这球飞得又高又远，像变了心的女朋友一样，快步来了！这球太精彩了，小子击中再进三分弹，比赛结束，马里 Go 逆转胜！元气，元气，你看后面，小芬。小芬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谁死了啦？博士，我改变历史了吗？车祸是车子坏掉，我们人又没事。那你为什么后来都没有跟我联络？因为车祸，我手机就摔出去坏掉啦，我又没有你的电话。但是我一直都有看着你哦，每一次比赛我都在看台上为你加油。真的吗？因为我是十号队友，看台上的选手啊。哎，不是啊，你前几场也打得太烂了吧？你知道我本来要举这个给你看的。小芬，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我早就忘了，等你拿到总冠军再来找我。好啊，我一定会跟拉米狗一起拿下总冠军。